的时间也是1:10。好吗 ？Go。好，外面大太阳，再来拉拉链。外套还湿湿的。沉水，哎，笑，哎笑。一定要啊！哎。你说很像，就是早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吗？有一个人是真的一模一样。哦。然后有那个萨尔蒙，萨尔蒙的很像。那因为我们爬那个从这边过去，这个湖在湖底啊。我们这次去坐那个没坐过的缆车来的算吧。左边我们没坐过。好高哦。不高啊，它走到中间就停了。不是，我是说要走上去的。好，走，就慢慢走过去也是。用走的啦。还用翻着，不想翻。任选一个方法。用慢慢撸的。好，撸啊撸啊。我不要翻斜吧，我手很酸。嗯。看那个人滑得很辛苦。那不然就这边往上啊。过去啊。Top in。
对啊。现在是怎样？学校吗？对。就这样站着等就来一狗票。要不是因为下雨，它应该也是松的。拿卫生纸吗？啊？是丢垃圾？你说上面啊？上面不知道什么？很像哎、欸。他们这里的都有做一个像楼梯的东西，你就断叉的嘞。对，但是新野的就没有，新野一路撸出去，脚都短短的，那搓棒棒，超缓绿线，这个绿也比那个好吧？比那个林间小道的绿好吧？哦，好好。对啊，用这个日。我刚以为你要走左边，左边。不就是这里吗？左边还有一条，你没看到？更左边。这边那是 park 吧？你看他们在玩香蕉船。挑蓝线哎。是哦。哎，很远没有车了吧？没有了。这个学我觉得有人在缓慢的动。还有车哎。啥？很远很远还有个车，你看山上，你看山上，有人在动啊。哦，哦，但是那边都是，哦，等一下再看一下地图。我记得左边。左边一路看都觉得短短短。哦，好凉好凉。我刚刚想说热热的开个洞。结果这个洞还真的会凉，还是我的衣服比较好。我把洞关起来好了，那个凉凉的感觉，等一下会不会觉得太冷？哪里的洞？算了，拉链啊，我松开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凉好凉。哎，这个透气果然真的有用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了，也不用关起来了，我先把它夹住掉。你看，就从这里，还是说？直下是红，横下是绿。会不会我们一上去觉得这个像挖工？现在看还好，但是这里我们的等级都变弱了，你知道吗？雪之家不熟悉的感觉。他还用推的、欸。推的。就是走比较平的那边，他好像还要一直推。
是脑在跳，没有跳。有棍子哎。那叫 park。嗯，我说 park 啊。嗯，哦。我讲，不然你有讲。我以为是 pop。封闭的就是这个吧。他还教左右转边。哎，那个教练用的是那种，是那种可以后脚可以拖的那种板。都还好，很安全的路。然后前面可以切回去。不会，没有不平的。可以往左，那些人就是。那就那么慢走就好了。应该还蛮安全的吧，应该还蛮安全的吧，只是心里怕怕的而已。但是其实你也没觉得不平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吧？没有啦，重心放前面这样。
先练这个练个五次好了，这里很适合练习。其实很慢，对不对？感受那个 V 的力气啊，但是那样子内侧很酸。这个人变成往上滑了。他没有从那边下，他就从左边下，感觉滑得很上。虽然他都选到底，但是在大腿上，左边算一条，右边算一条。跟我们一样是 ski， 但是脚往前蹲的话，后面会脱离。脱离要干嘛？可以走路啊，脚可以弯。不是可以走路啦，就是说，你说可以干嘛？我也忘了。他们一起下来。要摆一样的 pose。他们要录影片呢。也没有录。据说日系的教法，比较偏向一开始有点要扭腰，他们就是一开始就教那种类似小转的那种滑法，对啊，然后也没有说对或不对。那我们要不要试一次从这个溜下？三次以后再说好了。刚连那个我都觉得我有点不大对劲，你觉得还好？我想要试试看。不要从切的，然后下，然后再转弯。嗯，观察一下，没了，已经不够斜了。上面恐怖而已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啊，这里跟那个蛙弓不大能比啊。他也安全下装，他回切出来了。哦，我内侧的大腿酸还有。我现在利用椅子在压我那个大腿下面的肌肉。哎，我现在都酸下面，我都在用下面这样脚要拉回来的力量。因为我重心一直摆错，好酸哦！我上面都没酸，我今天力气都用错。你这样子可以了。今天口罩还没洗，我现在还是干。我也是，还蛮干。哦。又不冷。好，拿起来。一直滴水啊，我们都在滴水。
啊？搞，哎呀，感觉没有啊，没有。但是等一下，我们也坐这一台缆车坐一次，然后划这一条一次，走啊！坐右边那个缆车说，刚刚讲的是右边，那继续再坐一次啊。习惯了哈，不用出去啊，不要浪费力气，再滑一次就好了，很快的，马上就一点半呢。刚是说就是那个啊，等一下再去拍那只狗。嗯。拍那只狗啊。哪里有狗？这不就。那只狗，我也有狗在滑雪。最好是狗在滑雪。所以刚就要往那个缆车，而且那是两人的缆车。这样我们就好像每个缆车都做到了。哎呦，那最远的是什么？哦，那最远的要怎么过去啊？最远的我无法理解要怎么过去。
那里有个红色教练。嗯。好热哦。你要不要拉下面？风一吹好凉快。我要拉下。你下面有透气孔吗？有，这边。对啊，超凉爽。等一下风吹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凉。因为我摸不到。摸不到。摸不起来拉链。戴手套也摸不到。啥？这样还蛮空的啊。我看右边停住了，右边停住了，右边那个缆车。后半部又身体又晃，又失控。我有下头台，其他杆没有头台。我知道我下头台。嗯，那就是表示身体太后面了，那你觉得已经歪的，好像站不住了才会头台。所以重点还是一样，就是。哦，好凉哦。对不对？很棒哈、哦。觉得太凉就手夹一点点就好。而且这个出口不用像那边先冒汗一下，冒汗。那边那个最长的那个出口要冒汗一下。哦，前面那边哦，对，因为很硬，然后就只能冒汗。对啊。哦，我是没有倒，但是我会觉得，反正就是要对准平的地方滑。有啊，你就把它夹紧一点。你是不是也觉得右边凉，左边不凉？我左右都开啊，但是只有右边在凉。觉得这左边这比较好练一点。我如果记得看三下，我会。其实看三下的那个姿势，也上半身也会有一点这样。然后往山上的话，就会往山那边倒。教你说选教练，嗯嗯嗯。你要这边切的话，一开始就要进，要吗？进哪里？进这里。我就想要试试看。好，第四次来好了。啊，不是这次哦。好，那这次好了。一开始就下。对啊。一开始最滑。乱度哦，乱度那边超乱的，你这样没有看到。哎、欸，起来喽！哦，很随意的。这边最缓啊。Thank you.
跳。完全没感觉。哦，只会做一次吧。啊？这里只会做一次吧，还要撸，只是为了要做到而已。综合一下，这里就是免费的。哦，你在好慢哦。啊？哦，很安全，可以拿着。可是那个气的那个可以走这吗？滑游泳圈。看不到，错取到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过去了。好了，我在这拉不下了。哎，我认为，你是这次的练习就是跳跳杆。好。而且这里跳跳还不是很危险，然后又没有那种雪被刮光的感觉。你说那个？我们这就是我们滑的啊。我说那个，就是你在说这个。都一样，这个雪场给我的感觉是这样，绿的、红的。是盘膝不就不行吗？你看，这个人就是示范那个玩潮山岛的那个极限，差不多像你上次下的时候那感觉，有身体一直往后拉，会失控。然后这个蓝裤子下，身体有往前倾，重心就会比较能控制。那教练就一定是那个，很好。那不叫做，那叫身体有往前。然后那个是，判断的方法就是说，他身体有折没错，但是他从头顶画到脚底的那个线，到底是跟板子垂直还是跟板子往后？嗯，那个就往后就叫后座。哦，比较窄的，走。就是我们刚刚横着接下来的。回头看的上面那半步，也没有比较窄，就跟下面一样窄。这条雪道就是这样。哎，可以过去是不是？看一下地图，我们可以探访最左边的雪道。试一下新 app 好了。
然后我在试刚下载的 APP， 非常难用。日本开发的 APP。那我们就滑一次林间道吧。哦，所以你想过去啊？就每个缆车都坐一次。是蓝色哦。要吗？是蓝色。蓝色不就终极吗？啊，是哦。那就中间下啦。你是说中间下蓝色还是过去蓝色？对啊，中间都是绿色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中间下啊。啊，但你上去了下来都是蓝色的。所以中间下就可以回到最左中间啊，就是不要继续前进的意思。没有，那就不要了。你不是说都是蓝色吗？应该是往后面下。那我只好看网页的地图啦。哎呀。如果要坐最那边的缆车的话，会有一个蓝线或者一个终极线可以滑。然后我们现在会一直沿着那个林间道可以去到那个缆车。好，那就坐一下吧。好，我先好了。Thank you.
连侧降都侧降的不好，所以椅子要再更哦，看到了，看到那个椅子在动。那我们走喽，再不走就不太好走了。哇，被刷成这样！往右边那条路线走比较简单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。我刚看到左边都好像画的有点像馒头了。然后这一条，这条是红线哎、欸，这条就是说可以下的红线。对啊。我可能要下很久，等一下。我先啊。你每次都说你先。好，不然你先好了。对啊，你先。你先好了，我休息一下。你觉得还好，所以你力气多。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小心点。走中间，不是左边或右边。对，走中间。刚刚最左边很像馒头。啊！好松，好松，好松，好松！哎，笑！安心，安心。好像把身体站起来以后，真的会觉得很……啊？好热哦！好热，怎么会热死？你下面要收起来了。我下面就没有拉起来过了。两人座椅，我先上好了，一起上好了。没有，一起上啊！我们刚也是坐两人座椅。好热，很耗力哈。很抖哎。哎，我突然
我现在先要一边上，我脚上，一边上一边看斜坡。好，等一下又要再滑这一道。是这一道？你确定是这一道？这一道啊，左边黑，左边才是蓝啊，不滑左边滑右边啊，这是红哎、欸哦，当然滑红、啊。两番大。二号开始 ，Zipper Long 二号开始，什么是 Zipper Long？透气孔现在已经。严格来讲，练习以练习目的来说还不错。这里太陡了吧？其实陡度一样，但是因为心也很宽，就超安心。这里的话就是以我们的技术来讲还不安心。下半部已经算绿色，没有，它就是整条就是绿色。没，两个人都降级。刚是滑下面那一道吧，现在坐车上还是这边这一道？哎、欸，那怎么回去啊？你还要再滑这一道吗？还是就要回去了？你不是要把上面滑完一次吗？我只要坐完一次，不是滑完一次。好啊，那这边滑一道，接着下一次坐这一个就要滑回去了。有安全帽好扣哦，有吧，看不到人，在你外套内部。糟糕，谢谢，每个都要低啊，你的外套快干了吗？应该吧，希望是。欸，那你帮我检查我的 git 方向是往哪里？正面啊，要再低一点吗？都不用，很正，那就好。现在要弄得不上不下，那就是走这里下了。好啊，弄一下去。你要扣一下的意思吗？这里就可以练那样吗？那我就用这个下好了，用棒棒撑一下也会很安心。很高吗？确实有点要用小转下去。
我先下咯。还是没有人来。拍张照片好了。喂，我一直以为啊，这个雪场啊，进来是从最左边进来，结果他进来从最中间，然后最左边最没人。感觉非常的悠闲欸，今天就已经算人多的天了，礼拜天还不错啊。不知道，可以啊。你擦地上哦？我没有擦地上，有两个板子会互撞。那就是那个、啊，还不错啦。好，刚那一段那么窄的也够克服了。我觉得这个受冲击主要是心理压力吧。哎。看到斜坡就会先停一下。怎样？你看着我，我也过不去啊。
你还不走？是啊。这里就有点像那个黑黑的感觉了，对啊，这很像。那就是那时候这样子滑，就是没事没事，但是就是很累，很累。都可以啊，你觉得休息够了，你可以先。因为我现在还想休息一下，这蛮累的。其实这样可以的。还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子耗费很大的体力。我超热的。我没办法做到像上次的点帐。因为没有，不，应该说没有上次那么害怕。上次很害怕，觉得体力耗不下去，就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。你在看什么？看你的影片啊。没有啊，回去再看就好了。谢谢。
这有黑黑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并没吃过黑线，我不知道。有啊，我觉得那时候黑线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，会觉得顶不住哎。拍侧面，拍往这个方向。有啊，就拍有拍到侧面。没有，你要正侧面才知道它的斜度。但是上面特别斜啊，现在这里还好。对啊，就是还好。哎，还是说是声音造成的影响？没有啊。还没翘起来，好像也还不错。哎，他教他们就这样平平的过去，平平过去要干嘛？都可以啊，你还要再试吗？黑线猛冒汗，这里不黑，但是心里我们自己心里黑。回头看也蛮恐怖的啊。那蛮，宽度的关系吧。哦，脖子太热，因为一堆那个蛇在那边看。有啊，而且有 GPS， 所以回去看就知道那个斜度有差多少。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了 ，GPS 可以连高度一起。拍一下就拍的。好，谢谢。还好我不是真故意切。切。中间挖工，对，电焊挖工，那个不大算挖工，你要藏的那个嘛，那就绿了，没关系。滑不太到，应该要滑，但是就是什么左边？你说这个吗？就是刚刚的，就是一号滑第二号的，那就平平过去一段，啊，也还可以。
现在不会坐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我是说别的车啊。也是坐右边了。你觉得是他买机的？有可能。忘了拍狗。狗在那个缆车就拍得到，这边反而看不到。对。咻咻咻！今天应该算练了不少胆量吧。对啊。应该是吧，就是来练胆。在土妈姆看到那个坡就觉得就会震震，还是现在去看那个蛙弓就觉得又不跳怕什么这样。但是你仔细看看那个跳跳对我们造成什么实际的阻碍吗？也没有。有可能欸，我在上面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就是说他该不会一直就进去吧？是啊是啊，你要直下路，直走就对了。红色线哦，这条红色直线我们还没滑过呢。哦，不是红色线，没有没有，红色线就是那个这个缆车一上来，我说那个小蛙弓下来的地方。不是啊，小蛙弓在这。对啊，小蛙弓在这啊，缆车旁边啊。这。啊？小蛙弓是这。啊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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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这个红色我们也下过啦、啊。哎，这个红色我们下过吗？这一条。下过啊。完全忘了。真的、哦，我们刚刚这个也试过嘛，好可怕、啊！我们刚刚是走缆车旁的这个红线，然后前面前进还有一个红，又是回去，这个就不是了。那就反正我们现在就一直滑滑滑滑滑到。哎、欸，这样只能滑到这里来。但是中间好像没接啊，它这条线好像直直的就一直到这里来，不过都没差。应该可以接吧？这里。应该可以，你就。有岔路就慢下来看一下嘛，走吧，走走。没有什么。都可以啊，那我走了。
你应该就会觉得没什么了吧？都可以，那我走了。应该是没什么吧。还好了吧。这个，刚我指错车了。那你知道这个？这边的话下来不是要先被吓一次吗？还是现在又会习惯了？地主也来了，觉得膝盖有一点，有点什么？啊？痛，膝盖。膝盖，那走这里不是有点糟糕吗？啊不。我本来就一直在擦、啊。小馒头很适合帮忙，没有真的我们可能也可以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种馒头啊，我们没有
我们没有学过馒头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练习用的馒头，它上面插了黑棒棒，我们自己知道黑棒棒我不会去撞它，所以它就会帮你选路线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先去练这个馒头练习。是人家改变的吗？没有啊，这本来就是给人滑的、啊。是哦，你说上课才可以进去、啊？没有，不知道。下来的，我没有学过，我要用那个来练。我看，那是几点？快三点。应该要休息一次，要再吃一块，再吃一块吗？这趟滑下来休息，我觉得两点半，这趟滑下来休息一个小时半。好，那个下来的那个三个人造馒头就够呛的。虽然实际上你走那里会觉得它很保护你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就是那样子，反而觉得它救了一下。我们有上来以后右转吗？我们都是上来左转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说那个车，这个车啊，这个车我们每次都走左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走过右边吗？等一下可以再来。这恐怕也是绿色吧？但是搞不好我们滑起来就很那个。是，这样开开就扯到。往山上躲的话，内侧肌肉会用很多啊。都一样。所以我们刚刚完成了从这个上面的。怎么可能往上？他画一条路叫你往上走。唱这个是说没有那么快就 goodbye 了、嗯、我在想说还没有四点啊，这条是夜滑线，四点以后还有灯啊。对啊，你说这个也是灯？应该不是吧，它在转耶、欸、它被风吹着转，就这样硬筋，在这里其实可以练大弯。好啊，真的给他练大弯。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，好不好？
为他加那个红网子，左边跟右边有差吗？啊？我都每次都走左边，但是搞不好走右边也不错啊。好了。加起来了。我在抽我的。我上面还是，我都搞不清楚里面有没有那个，好像弄不大掉，弄掉。他随时都要去救人。是还好，但是不大想站起来。喂喂，哪边？要上级哦，我不行啊。当然不是去上级，这边不是上级，那边上级，这边不是。啊。来吧。下面这个，中间这个。差不多啊，我说这边下跟那边下是有差多少？那边比较宽，这边比较窄吗？可以下咯。阿少，但是没有那么斜，那就下去往右吧。习惯了、欸，我习惯，就是在这个坡用那种快的速度，觉得习惯了，用快的速度就不会觉得刹不下来。
休息啊。又积了一堆。那就去那边吧。啊？哦，是哎，在考试。那走吧。我还以为是在检定什么那个雪波能不能用，不是，是在考试。狼嘞，看不到。哎，你在后面啊？我还在找说你跑到哪了。这边也不能吗？结果跑到这边来了。哦，那左边是不是比较难？感觉不是很妙哎、欸。好了，只好下了。观察一下，不是那边，是这边，这样子啊，左右这样下啊。好，那你可以啊，我是来回下啊。
越笑。进得来，出不去。这。右边还是馒头啊，累。还蛮乖的嘛，嘿小。对啊，我刚进了一个馒头，然后就钉定住了。嘿啊，休息，赶快休息。那去餐厅坐了，喝杯水。好。
不用关了啦。大家去上厕所。哦，好，那关。你要上厕所。当然要上啊。好吧，那我也要上一下。门口就边上。